所以常说生老病死是世间必然的自然循环，所有人都会经历过这个过程。人生在世，我们都很喜欢去庆祝一些值得纪念的节庆，无论是农历新年啊、生日派对啊、婚姻喜庆等等呢，每一个的纪念或者是习俗背后呢，都蕴含着自己的意义。而华人对于过世后的葬礼呢，也是特别重视的。一些人相信，即使人的肉身已经死去，但是呢，灵魂还是活着的。庄重的葬礼呢，是对死者的一种至高的尊敬，让他能够安息地离去，并希望下一世的生命呢，能够顺利展开。位于巴生港口外的吉胆岛是一个海上小渔村，人口大约9000，大部分为华裔、潮州人以及福建人。据说这座小岛在很久以前是一片无人的湿地，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人来这里进行渔业活动，并开始在这里踏建了居住之地，落地生根，逐渐形成眼前的小渔村。岛上两个主要的华裔渔村为吉胆岛以及五条港。现在是凌晨大概4点多，这次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次的 call time。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急着去要拍摄在吉胆岛的一户人家进行一个丧礼。然后这次有点特别的，就是丧礼当中呢，就是举办一场这个孝诗。那么在孝诗的这个中华文化当中呢，其实在南洋这一带其实比较少见的，可能在中国啊以前是比较流行，那么其实啊历史近百年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在路上，大概要驾驶那个40多分钟，然后才到这个巴生港口，然后在那边乘船进去这个吉胆岛的。根据中国历史典故记载，孝诗也被称为马超诗，起源可追溯自三国时期，西凉马超之父马腾被曹操所杀，悲愤的马超于是发动兵马为父报仇雪耻，全军皆以白马白盔甲带孝出征，最终曹军大败，从此马超成了孝诗的代表象征。有一句谚语为起舞马超诗，孝义人人知，而孝诗在武术界是一种对一代宗师至高无上的敬意。相传当一代武师大师黄麒英以及黄飞鸿父子的葬礼上，弟子们舞动孝诗致敬送别，场面之轰动成为了一时佳话。清晨天色散在黑暗里的吉胆岛，岛上四处空无人影，大部分村民还是酣睡在梦境之中，而有着一批人全身身穿黑衣，在这寂静的渔村里轻声移动着，为即将来临的一场孝诗做好准备。舞动孝诗在外行人眼里看来，也许又如一些节庆上的舞狮，没太大的区别，
但是其实孝诗的背后比起一百五诗有着更庄重的意义。孝诗被认为是祥瑞的化身，不但能够追到王者，还能保护灵柩。在没出发前呢，每一个就是参与这次这个舞团的一些队友呢，每一个人呢身上都会有一片这个柚子叶的。那柚子叶呢，其实在我们的华人的习俗当中呢，有什么作用呢？主要呢就是要辟邪，因为呢毕竟就是要在这个丧礼上呢进行一些仪式的，那就是说在整个仪式过后可能就是可以避开一些邪气或者一些不好或者是肮脏的东西。孝诗团里的成员多位尚未成年的小朋友以及少年，听孝诗团的师父说，有一些比较保守的父母反对自己的孩子学习孝诗文化，担心孩子会因为时常接触丧事而招惹霉运。其实舞动孝诗是对往生者的一种至高敬意，是一种善举。在孝诗文化逐渐失传的时代里，眼前这些年幼的小朋友们其实都是孝诗文化的保护者。那现在呢，我就是跟叶师傅一起，那叶师傅的就是主要呢这一次的这个孝诗的负责人呢，对不对？对对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孝诗其实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在南洋这个地方并不是看到很多嘛，对不对？对，通常都是师傅去世啊，或者那些德沟望中的人啊，才会有这样的孝师的礼仪的。所谓的师父就是舞狮团里面的师父。对，就是徒弟舞给他的。对啊，这样普通人是不可以的吗？还是普通人不可以的。因为他我们舞了过后他受不了啊。他受不了啊。对，他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悲愤嘛。所以我们有时候我有试过有其他的顾客打电话来，他讲他的朋友生前很喜欢舞狮，很热爱的，是才二十几岁，是然后想请我们去做这个孝师，但是我拒绝的。那你二十多岁不行，有没有说要超过几岁也是可以的？要过了六十大寿。然后那个往生者呢就必须要超过六十大寿他才可以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来到主要的这个丧礼的礼堂当中。那么每一次呢，这个孝诗呢，做每一场的这个表演的时候呢，一定要来这里设坛，然后进行这个开光的仪式。它比和普通的这个舞狮呢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每一次呢，每一头狮都要是新的，然后每一次呢都是要在那个早上呢进行开光之后才可以表演。华人的传统文化里，一生当中有两件大事呢是必须大事铺张的，一件是成家立业的结婚喜事，而另一件则是人生闭幕的葬礼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是我第一次在葬礼上见识到了孝诗的文化。据说呢，这文化在中国啊也几乎失传，而在新马一带呢，仅有少数的舞狮团继续传承下去。上舞狮有南狮以及北狮之分，而孝狮则属于南狮。南狮的狮头又分为四种，红色代表了忠义以及胜利，黄色代表着仁义以及皇家贵气，黑色呢则代表了霸气以及勇猛。而属于丧礼的马超狮又与其他三种不一样，马超狮的狮头和狮身皆以白色为主，白底黑纹，脚上挂着白绫，
还有白眉以及白须，全身洁白，形象憔悴，眼角含泪，狮头上写着电字，后脑则写着孝字。比起一般喜庆上的舞狮，灵堂上的孝狮少了一份霸气凌人的气势，多了一份哀伤的情绪。那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就是开光仪式的这个坛前。那师傅，我想问你啊，咁我做一个开光嘅仪式咧，咁正话我睇到你做好多嘢啦，咁其实主要咧，我有乜嘢贡品嘅？四色果咯，四色果一定要四个颜色嘅。系嘅，嗯，咁我睇到都有碌有叶啦，系依个主要系做乜嘢嘅咧？啊，帮佢开光用嘅，系开光用一定要用呢个嘅。每一次设呢个坛咧，都要面向屋外嘅，系唔可以有瓦遮头，唔可以。点解唔可以有瓦遮头？因为我哋向天请嘛，所以唔可以有太阳嘅地方，一定要有太阳嘅地方。咁都要即系要去冲茶同埋酒，三茶五酒，三茶五酒嘅，咁。通常都會獻花，但係今次獻嘅花咧係白色花啦。係啱，因為做喪事。可以仔細啲講下正話個開光儀式係點進行嘅？裝香，點蠟燭，係。OK， 跟住就攞嗰個白花，掛角，綁完個角，跟住就攞都有葉灑起額頭，一灑個頭額就顯孝儀，二灑就頭尾又顯忠義。三灑前爪就扶明主，四灑後足就登蓮台，紅絲顯孝儀，響鼓就咁樣嘅儀式就。一般華人的喪禮都是邀請道長或者是僧侶師父來進行誦經法事，而僅有少數的家庭會邀請孝師團前來舞獅，因為就像先前師父有提到的，孝師禮儀並不是適合任何人的喪禮。仅仅是用于一些辈分较高，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物。一般上这些人呢，得是六十高寿以上，在家族里至少拥有三代人或以上，才会邀请孝师团来做法事。因为孝师礼仪并不普遍，因而许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这些舞狮文化的存在。咁正話行嗰個禮，我可以睇到嗰個孝師啦，咁一直入啦，主要喺邊鞠躬咗，跟住仲會三跪九叩，係圍去嘅嗰個棺木咯，有一個圈出翻嚟，跟住又好依依不捨咁樣樣嘅動作咯，咁其實成個動作咧，同一般嘅個舞獅睇得出咧係好大分別噶，咁即係譬如話佢哋嘅舞步啊、眼色啊啲咁，其實都有分別噶。是是是，佢嘅舞步咧就比較慢嘅動作，好悲哀，唔同一般嘅舞獅咁開心啊，咁高興啊，咁活潑咯。係啊，所以打鼓嗰方面咧都係就慢啲嘅都係，死氣沉沉咁咯，大概咁啊。咁通常一般咧做呢啲咁樣嘅孝師嘅呢啲咁嘅表演啦，當要送殯嗰時候都會跟住一齊行嘅。係係，佢會帶頭帶住個棺木行咯，陣間會行成個應該會成個新村。在一般华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当中呢，舞龙或者是舞狮都是代表喜庆的吉祥物，而吉祥物往往呢是不会出现在丧礼之上的。因此呢，当我初次听说孝师礼仪的时候呢，心里啊其实是蛮惊讶的，原来传统的多变性是超乎我们一般的刻板认知，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值得让每一个人去认识以及研究的。待一切法事完成，接下来就需要把棺木移动到下葬地了。由于这次葬礼的地点是离岛的吉丹岛，而下葬地则在巴生港口，因此必须把往生者的棺木抬到码头上船，然后运载到巴生。
般上呢，孝师呢在有关的丧礼的礼堂进行表演之后呢，他也会陪同整个的这个啊出殡的仪式。那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呢就是有关的这个孝师呢是要陪伴或者是保护有关的主人呢，直到去这个啊入葬的那个仪式的。在过程当中，舞狮走在棺木的前方，护送冥主上路，陪伴往生者走上最后一段人生之路。师父一路上向四方撒纸钱、念咒文，为往生者开路。身后的家属们抬着厚重的棺木，在炎热的天气下穿梭大街小巷，即使已经汗流满脸，脸上显露出一丝的倦意，但是大家心存敬意的随着孝师的脚步，护送着往生者最后一程。当棺木运到船上后，在离去以前，船夫会再送往生者围绕吉丹岛一周，让他在入土为安前再一次看看这个生前最眷念的家乡。在这个过程里，孝师扮演着孝子的身份，一直陪伴身边，护送其左右。在孝师礼仪里，很多时候孝师的神情动作都在悲痛哭泣般连跪带爬地舞动着。也许会有人问，为何需要坐状的哭泣？但我想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一了，因为在儒家思想里头呢，其实一直啊都有哭丧这个习俗，只是在现今的社会比较鲜少看见了。在古时的民间传统里，他们相信如果往生者在黄泉路上呢没有响彻天地的哭声陪伴的话，是会被视为不孝的。孝师哭泣的这个文化呢，我觉得也真正秉持着儒家思想主张的哭丧精神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抵达徐老先生呢应该下葬的一个地方，从吉丹岛开始，直到这个码头，然后直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全程啊，有关的这个孝师呢都没有停的，他们依然还是敲锣打鼓。然后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呢，有关的孝师呢，必须就是陪伴有关的这个往生者，直到他们下葬的那一刻。在其后下葬地这里，其他师父们继续为下葬仪式完成最后一场法事，鼓乐锣声不曾间断过，孝师持续舞动着。葬礼进行多久，这群孝师团的成员就必须进行多久的仪式。无论热晒雨淋，再辛苦的阻挡不了他们那一颗护送往生者上路的心意。咁師傅，我想問一下咧，因為正話咧已經落棺啦，咁樣做就你個孝師做緊咩啊儀式咧？而家落咗棺咧，又等依個法師咧去念經嗰頭口，跟住咧就到我哋嘅儀式就係、是、個師就一樣啦，裝香啦，再睇一睇嗰個棺木，向嗰個泥嗰、那個土地下邊咁樣好似依依不捨啊，好唔捨得嗰種感情。冇出嚟咁樣咯，係，其實主要點解要冇啲咁嘅感情出嚟咧？因為孝師就等於代表孝子，咁我孝子梗係唔捨得個老豆啦，所以佢冇出啲咁嘅表情咯。跟住就會安排個孝子將個屍頭孝師去化，捧落去嗰度堆金子嗰度化咯，咁樣就孝嗰、那個孝孝孝。孝師咧就幫佢化完咗，就扶住個明主，扶住佢上路咯。葬禮來到最後的儀式，孝師在墓前舞動，看着棺木下葬，然後捉起一把泥土，將之撒在墓穴上。這個動作又如孝子
请往生者入土为安，安心上路，不用再顾虑今生。一切完成之后，接下来身为孩子的主人家需要将舞动后的狮头火化，让他在阴间跟随并守护着往生者。这个时候，队员们手上的黑纱以及狮角上的白绫也一并火化。下葬和火化真正结束以后，孝尸团才算完成了一场孝尸仪式。队员们如常的跟随习俗，百无禁忌的使用柚子叶以及花水洗手，象征着彻底洗脱污秽之物。丧礼对一般人来说都是属于比较晦气之事，而身为孝尸团的成员，必须经常接触这种场合，年纪轻轻的他们学习以平常心去面对每一场死亡，心理建设可见比一般人来得强壮以及成熟。世界上的每一场生与死其实都是自然平常之事，只是大多时候面对身边的亲人突如其来的死亡，我们总会有那么几个瞬间不知如何应对。孝尸礼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帮助亲属向往生者致上最高的敬意，毕竟在死亡面前，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一颗孝义以及敬意的心，陪伴着往生者在人世间走上最后一段路，感激今生缘分，哀悼过往，并希望他在安息以后再下一世能够有一段全新的美好人生。虽然这一次和孝尸团成员只有短暂的接触，但是年轻懂事的成员们呢，其实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像他们这个年纪的现代小朋友，多数只会埋头苦读，又或者是享受着现代文明给予的便利发明，如沉迷电动游戏等等。但是孝尸团的小朋友自小接受着传统的文化礼仪，学习尊师重道，虚心学习，勤练功夫，他们那种保持着弘扬中华舞狮文化的精神以及决心，都是值得让我们钦佩以及学习的。